这都是雪融融是的奥运，是冬奥会的吉祥物。吉祥物，对，呵，你还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。与北极隔路相邻的是东单北大街，您看今天的雪下的可真够大的。北极隔三条的路口就是宁郡王府，我们呢逛到了三条附近的一个胡同，遇到了一个奶奶带着孙女儿。幼儿园中班是三岁的，四岁的。我们四岁不到五岁。哎，您家哪里啊？我是东北的，他妈是北京的。北京的。真不错，姑娘您可爱。这个雪人也挺可爱的。是吧？你知道冰墩墩吗？看不看奥运？你看了？你看那个冬奥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反而我在妈妈手机上看过一两次。一两次？哦，就看的冬奥的那个是吧？嗯，冬奥会里的项目。啊、哦，你喜欢哪个项目呀？反而都喜欢。都喜欢。啊、哦，那看完奥运以后就可以，正好能对这个冰雪项目好好练练了。不错。都是雪融融奥运的吉祥物。吉祥物。对。那咱们那个运动员，你有认识的运动员吗？我在雪都进我鼻子里了。不让看电视。好了。说你几岁了？我几岁了？你说我几岁了？对，奶奶几岁了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看着，我原刚才看一眼，我也就是。这奶奶真年轻。真年轻。谢谢您。哦，我知道，她这是胆子了，是吧？哦，您就住这个王府的院里头。真好看啊。对啊，这小姑娘他们家就住在这个王府的院里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宁郡王府的西侧画面。关于宁郡王府的介绍我专门做了一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主页里找到。对，就是这个照片显示的是它的封面。告别了祖孙俩，我们走出了这个小院子，绕到了正面，也就是北极隔三条。正面呢是宁郡王府的正门，宁郡院是王府的后门，面临的是新开路胡同。感谢您的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吧。